嗨，大家好，我是燕硕 Monster。今天呢，我在哥本哈根，现在呢要去一间全餐饮人、厨师还有美食家都梦寐以求的一间餐厅，叫做 Noma。他曾经蝉联了很多次世界第一，然后现在是 Noma 2.0， 他换到别的地方去。他其实本来呢，今天结束之后就要移到别的国家去做客座，但是后来好像因为签证申请的问题，后来就延期了，所以已经延后了这个计划。然后我们今天很期待可以吃到夏季套餐，就是这个蔬食套餐的最后一天，等一下就一起来看看 Noma 到底是什么样子吧。 Go。
Thank you.